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正六边形啊，边长是一啊，边长是一。那么他问说哈，此正六边形呢，内切圆的这个半径哈，它跟那个外切圆的半径各为多少？我们知道说哈，这个正六边形哈，可以割成呢六个什么呢？正三角形啊，啊，这些都是正三角形。然后这个内切圆半径哈，就是这一点哈到达呢这一边的那个距离啊，就这个，这个是小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呢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正三角形嘛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这个呢是等于那个30度的啊，30度，哎，啊这是二分之一啊，这二分之一嘛，啊这是。这是一嘛，因为这是一个正三角形，啊，所以这小 r 等于多少呢？小 r 就等于根号一的平方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二分之一的平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根号一减四分就四分之三，就等于二分之根号三，或者你也可以带那个什么呢？正三角形高的公式。好像一个正三角形，如果边长是 a 的话，它的高是等于多少？二分之根号三 a 啊。哦 ，r 的话就等于二分之根号三 a，a 的话是一嘛，所以就是这个答案。然后大 r 的话是什么呢？大 r 是这个外心的啊，这个就是正六边形的外心跟内心重叠啊。哦，外心呢到达呢顶点的距离，这就是一啊。这就不用算了，所以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二分之根号三。